常的卡。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开始起跟到奇尾山脚的麒麟重重。快就抵达了，奇尾山往灵山奇尾山走，很快又来到了第二颗北奇尾山。过了奇尾山以后有一段陡下，这石头好大哎！奇尾山，好，旁边这条是奇山溪。好，我们要上上下下，先下再到对面。我们已经从刚刚对面的地方过来了。哦，大石头这边展望非常的好，前面这一颗应该就是奇尾山的小板岳。这段是阶梯，真的好陡，一个小时15分钟抵达奇尾山，小板岳。这里是云海一家。小板岳72，奇尾山山脚点就在这个后面，我起来了。好啊，不要错过。这么早，好，凉亭，那是一点点，到最后你看他们开始了哈，到巨石，麒麟纵轴，现在我们就往灵山福德池的方向。
快到，应该是前面这一颗了，福美。所以这一颗是福美山，三三四没有计时，好，等一下翻车。金枝面山十公尺。哎呦，可以。现在这个是大金枝面山，麒麟纵走的终点，对面这颗灵山。千辛万苦终于爬上来，这段真的超级陡的。好，现在来到人头山，这边展望非常的好。好，今天的最后一个山头就是刚刚的那个人头山，现在往灵山福德池就麒麟纵走就走完了。猴子，哇，我们刚刚就从上面下来的。